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木，我是喜欢冲浪，然后我希望能够，因为浪比较麻烦，就是你要跑很远，然后你还要看天气，还要看海象，所以你就找一个替代的方法，就是玩滑板，然后练习冲浪的动作，所以我选的是这种 longboard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是那种，我不是属于喜欢做很多特技的人，我是喜欢一直就是一直跑，然后跑速度很快，然后我很喜欢享受那种哦，你站在板上面的感觉，一直不断的加速，不断的滑行。这个就是东区的交通工具，到哪都那个。比如说我去东区逛街，我甚至去露营啊，还是去健身房运动，其实都是有滑板。我是觉得在街头玩滑板我很危险，所以希望政府可以提醒你，提供我一个地方，让我好好溜滑板。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参加，你就可以看到，你知道我的怎么样享受那个感觉。希望你追得上我，19号等你来。2011世界滑板日，等你来报仇。So hush not, child, and don't cry.